近年全球人口出现高龄化现象，根据联合国估计，2050年全球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数将增至15亿人，即是每6个人就有1个是65岁或以上。又不觉得享受人生嘅，当然不能够太过高消费昂贵嗰啲，我哋都负担唔到啦。退休生活过得慢慢紧，即将要退休的就可能要继续挨。呢大半年咧，咁咧就嗰个 MPF 嗰个performance 真系比较差啲，又更加令到我觉得啊有少少迷茫啦，有啲 concern 啦。去到就嚟退休嘅时候，我系咪又要揾一份工作呢？6月份强积金回报跌2.4%，上半年录得超过12%的跌幅，是历来最差的上半年。460万名强积金成员当中，累计每人要蚀超过32000元。其中一个市场对强积金的误解就是，他觉得强积金不够退休。坦白讲是正常的，强积金乜钱可以俾退休人士65岁大约使7年嘅？又或者我哋更加应该是提供不同工作的种类，是俾上咗年纪的人士。我哋亦都应该提供多一啲嘅财务嘅安排。好，嚟街市买餸，睇下啲咩买先，买生果啦。买啲菜啦，系咪12蚊一份啊？好，哇，好，唔该晒，唔该晒。陈艺文今年64岁，同好多打工仔一样劳碌大半生，谂住退休可以靠住强积金同之前储落嘅钱过生活。咁咧一早已经计划咗咧，后生嗰时我哋挨得即系冇余钱去旅行啊，去玩啊。咁已經預算咗係準備將來有機會兩個一齊去，或者環遊世界誇張咗啲啦。總之盡量有咩地方去未去過嘅就盡量都去。不過呢個美夢喺4年前不幸落空。接近60歲嗰時咧，咁就我太太做一次身體檢查，就發現咗個肝就個血管瘤。咁照完之後咧，係血管瘤就冇影響。咁跟住咧，我就發覺佢行動緩慢咗。咁我發覺佢啲記性一路差。我想嚟探下。最後發現原來太太患咗認知障礙症，於是安排佢入住護老院。而為咗照顧得太太好一啲，陳藝文決定提早喺59歲退休。但疫情期間可以實體探望太太嘅機會少咗好多，而因為提早退休。陈艺文少了不少收入。OK， 我唔少噶，系啊，唔少噶，都应该过100万噶，系啊。如果你预一年嘅使，一年要使，我谂接近10多万都基本啦。咁啊，肯定唔够啦。同时都唔知道有几多岁命啦。我響20多年前咧都相當困難，因為自從嗰個沙士啊、金融風暴啊，我嘅損失係非常之大嘅。講句衰啲就貧臨破產。咁但係點解可以做到啲咩出嚟咧？咁其實一句講曬，你要積極面對咯，要儲錢咯，積谷防饑啦，呢啲係必然嘅。本身喺一所中學校務處任職管工嘅陸振輝，由面臨破產。到而家拎住7位數字積蓄，提早喺5年前60歲就退休。佢嘅理財之道只係有一個字，就係慳。我當時係揸住幾層樓嘅，咁資產都唔錯啦，但係真係樓價暴跌咧，我係真係負資產好緊要，左撐右撐，我其實記憶猶新。其實一句講曬，真係講句勤儉嘅啫，好慳即慳，慳到盡。講真的，我都話10000多元人工，仲要供樓供10000元，點用？焗砌啫嘛，冇嘢噶呢樣嘢就。咁你唔諗住破產嘅，咁你咪掙扎咯。根據政府統計處預計，65歲或以上嘅長者人數將會由2019年嘅132萬。增加120萬至2039年的252萬，
對比1999年至2019年期間新增61萬人，2019年到2039年期間，長者人數升幅加近一倍，越來越多人加入成為退休一族，但又知不知道自己退休生活可以有什麼保障？根據世界銀行2005年提出的長者入息保障體系，可以分為五大支柱。在香港，貧窮長者可以向政府領取長者綜援，70歲或以上長者不用經任何審查，可以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加上強積金、自己儲錢，近年更開始有年金等退休三保理財產品出現。其實自從即係呢個長生津即係推出之後，同埋即係我哋都統一咗嗰個高額之後咧，若果我哋加埋佢其他，如果能夠善用到佢嘅固定資產，又或者佢嘅儲蓄嘅話咧，其實嗰個確實即係同全民退休保障咧，其實個分別真係唔係好大嘅。因為而家長生津已經有4000蚊啦，大概。咁佢唔會係零資產噶嘛？如果佢能夠善用佢資產，或者佢退休之後，佢用佢嘅個 MPF， 將佢能夠攞到嗰筆錢轉變成為年金，其實佢每一個月嗰個固定嘅收入，同埋嗰個大部分我頭先講呢啲嘅產品咧，都係冇上限嘅，即係佢唔係冇上冇年限嘅。咁呢一個就會令到好多長者好安心啊！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善用到即係世界銀行講我哋嗰幾條嘅支柱，我哋唔係單係靠一條嘅支柱，我哋幾條嘅支柱加埋一齊嘅話咧，其實對大部分嘅老人家嚟講都係應該安心。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喺2021年公布調查，300多名受訪嘅已退休人士，佢哋日常開支主要靠兒女、家人供養。或者嚟自個人積蓄、強積金等，呢兩部分合共已經超過一半，只有1.3%嘅人選擇年金。咁我同太太咧喺十幾年前咧都開始咗咧，就係有買現梭嘅，又買兩份，就隔冇耐咁A 準又同我哋講將來會有更多嘅需要㗎，危疾啊嗰啲。咁我哋結果 actually 我哋每人都買咗兩份，我哋每人買兩份嘅性質都好類似嘅。除咗人壽保險，醫療保險都係退休人士一大煩惱。本身喺大型公營機構做緊工程人員嘅阿當，擔心自己年紀大機器壞，於是早早買定醫療保險，未雨綢繆。但仲有兩年幾就退休嘅佢，開始擔心保費會負擔得相當吃力。到60歲，咁我60到65歲咧，就有一個 policy 咧，就係我可以供到65咧，就佢會 cover 我 life long until age 99嘅。但 the thing is， 60歲去到64歲嘅364日咧。咁嗰段時間我點樣去俾呢個現梭費咧？就一份咧就每年俾一次錢，另外一份咧就每個月都要俾錢嘅，俾個 premium 嘅嚇，即係唔係 annual premium， 而係一個 monthly premium 嘅。咁啊，一共要俾兩個費用。咁我同我太太加埋咧，我諗每年啊一個 lump sum total， 我相信可能都俾咗5-6萬蚊嘅，到5萬或者6萬。咁咧都幾昂貴。退休本來係開心事，不過當呢排就好困擾，因為冇小朋友嘅佢哋一直只係靠一家之主阿當一個人做嘢揾錢。但退休之後錢繼續要使，但到時就只能夠靠積蓄。可能現在嘅機構咧就有個 retirement age 啦，啊，咁佢未必會再請你。咁咧最大的一個我覺得是損失，就可能是個 healthcare。 不止阿當，很多人做嘢嗰陣，因為享有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障，當快要退休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沒有準備相關的開支，所以感到彷徨。
退咗休五年嘅陈艺敏发现当初决定提早退休，冇对自己经济开支好好筹划，每个月支出都唔少。必须支出咧就系房租、电水电费、煤气费、保险，即系医疗保啦，同埋我太太嗰个护老院舍一啲政府补助唔够嘅费用啦。咁就有时又嗰啲有少少嗰啲信用卡嗰啲可能要交啲数啦。另外其他嗰啲就买餸咧就都有计过，有冇一个月几多钱嘅？应该就都系3000蚊到啦。總共應該14000至16000之間，以一個完全零收入嚟講咧，就都好犀利噶啦。退休之後不斷要用錢，但對點樣理財就冇乜概念。陳藝文呢一日決定去揾理財顧問幫佢計計數。Hello， 陳生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想問下，譬如你喺退休上面有啲咩疑難，我哋可以幫到你咁樣咧？擔心個強積金個供款未必足夠將來嘅生活，嗯，同埋政府嘅支援又唔係好夠，嗯，但係本身就唔係話太過多錢，就唔知道有咩辦法。你嘅退休儲備有冇話你覺得可以足夠你即係消費幾耐咁樣？3、5、7年冇問題。咁譬如陳生聽講你而家都有啲儲蓄，即係有啲儲備啦，係應付退休去，即係有冇做投資、或者有冇去增值咁樣？股票啊失敗。OK， 點解會考慮去買股票？買好多年。估翻陳生你呢個情況咧，其實就我個人未必覺得好適合嚇，反而一啲債券嗰類啊，或者定期存款，甚至乎一啲譬如年金嗰類嘅產品，陳生佢而家都要退休，呢一刻嘅生活都冇問題。咁佢只不過係concern即係自己嘅儲備究竟應唔應付到日後嘅生活啦，咁同埋通脹嘅環境啊咁樣。咁但係起碼佢都有個醫療保險，咁醫療保險最少可以保障咗佢萬一身體有咩疾病咧。有咩大嘅錢要使咧，都可以 claim 保險咯。咁其實呢個情況已經非常唔錯。咁但係佢就即係喺一個都覺得自己儲備未必非常充足嘅情況底下，但係有參與一啲股票投資，亦都即係似乎都係有一個損失咧。咁呢個就唔係幾好。理財顧問姚偉浩一直都有幫唔少人籌劃過理想嘅退休生活。佢話好似陳藝文嘅退休人士其實好多。他以一个打工仔退休前月入20000元为例，希望维持这个生活质素，以现时香港生活环境和物价等因素，交完租计埋饮食开支和医疗保险，每月大概开支10000元。当65岁退休，以香港男性平均寿命82岁计算，计埋平均通胀每年3%，包括強積金在內，即使住公屋，保守估計都需要大約270萬儲蓄。至於即將退休嘅阿當，最近都為退休生活密羅緊鼓咁準備，甚至開始諗好唔好將自己早年供斷嘅居屋逆按俾銀行換現金流。我唔可以講後著啦，仲有一個 contingency plan 咧，就係將層樓按翻俾銀行。咁對於我哋呢啲冇細路仔嘅小家庭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冇辦法中嘅辦法嚟嘅。當然啦，我哋你話叫我哋做逆按俾一層樓俾一個 financial institution 咧，就可能都覺得唔係好抵嘅。阿當住緊嘅單位喺1993年買入，當時買入價大約125萬。现在已经供断物业，根据银行最新的估算，单位市值大约860万，扣除补地价后，单位大约值516万。用安老按揭计算机计一计，假设阿当60岁的时候一个人申请，分10年的话，每个月有22000多。至于拣终身的话，每个月就有12000多。换句话讲，拣终身才可以领取到接近物业价值的钱。可能大部分人就是供了一层楼，但是香港物业价值都很高，所以逆按揭的出现其实都是可以活化这个市场的工具，正正就可以满足到这个的一个需求。你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很熟悉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也都将层楼的价值即变现活化，变了一个逆按揭，可以给一个现金流自己。
不過要留意的是安老按揭，即是銀行借錢給業主安老。如果途中想取消，業主或單位繼承人是需要還款給銀行贖回單位。如果還不到錢，就要將單位交給銀行放售。近年經常講的退休三保，除了將自己住的物業亦按給銀行以換取現金流的安老按揭計劃，還有保單逆按，甚至最多人討論的年金，在退休後持續提供收入，相當於每月自製長糧。根據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最新資料顯示，至今有大約20,000人參與退休三保，涉及400億港元資產。你行下山啊，釣下魚啊，散下步啊，找人唱下歌啊，即係唔係話下下去上卡拉 OK 嗰只喎，自己約埋朋友真係唱啊咁，其實食好少錢嘅啫。其實以我呢幾年嘅記錄就，我都俾我好詫異地覺得，點解可以咁少錢可以生活到？起碼我覺得好舒服咁生活到。不過普遍嘅香港人要實現財務自由並唔係咁容易。一直有研究香港退休制度的学者庄太亮就认为，本港的退休理财产品倾向中产人士，基层人士选择不多。这些譬如楼的按揭或者年金，政府年金都是比较适合一些中产人士啊，有楼啊，或者一退休的时候退休金几百万用来买年金啊，那些人士啊，如果那些人士基本上都不用担心自己的退休，即是只不过是哪种方法，即是钱不是一个问题来的。另外一個就是譬如保險嗰個逆按揭咧，嗰個反而是對一些冇樓啊，或者係即係冇乜收入嗰個人士啊，但係有份人壽保險嘅，而佢啲仔女可能出曬身咧，就唔需要去嗰份保險咧，嗰啲人士可能會有啲幫助。咁但係歸根究底咧，我哋嘅源頭就是你有冇錢抌落去，即係呢個退休制度。即係如果你自己唔抌錢落去咧，你就冇可能預期政府咧喺每個人退休之後咧都有一個很好嘅保障啊。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就是香港人，退休后占平均寿命的三分之一。庄太亮说，最理想的退休准备应该由一踏入社会工作就要开始，将三分一的月薪储起。又认为退休保障计划有进步空间，本港可以参考新加坡政府做法。咁新加坡嘅公积金模式就是即系一个户口啦，咁啊全部钱就抌晒落去啦。咁僱主僱員都供得比香港即係多嘅嚇，咁就亦都中間咧可以比較靈活運用嘅，譬如你想買樓嚇或者睇病，咁都可以中間去即係攞出嚟嘅。咁我哋可以試下睇下可唔可以由我哋而家強積金制度，即係好多唔同嘅户口，而大家供咁少咧，慢慢轉去一個即係公積金嘅制度嚇。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同一時間你可以雙軌並行嘅，譬如後生仔出嚟退咗自己選擇強積金或者公積金，即係慢慢就將舊嗰套即係強積金咧，慢慢就即係我哋叫即係飛收啦。一個美國人力資源顧問機構上年公布全球43個國家同地區退休金體系排名顯示，香港排名第18位，新加坡就排第10位。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就承認退休制度有改善嘅空間，政府可以考慮引入長期護理保險。但現階段最重要都是給到市民信心。我相信今時今日的退休人士已經比10年前好了很多，他們真的懂得計數的。我覺得我們是要政府多些推廣，另外我覺得政府都可以落些水的，因為現在我們現有的產品當然所謂政府包底永遠都有的，但是對市民來說，他覺得如果政府是能夠跟我一起共同承擔一些就好了。推出那些 iBond 很受歡迎的，幾十倍認購甚至幾百倍認購，其實那個是什麼呢？是不是因為他的息口特別高很受吸引？其實未必的，其實只不過對普羅大眾來說知道政府有承擔的。其實另外那些產品我覺得如果都能夠做到這個的形象，即是知道政府其實都有承擔的，無論是財務承擔好，或者在那個現收的承擔好，
俾市民睇到嘅話咧，我相信市民會第一會安心啦，第二就係佢覺得都抵嘅啊呢一類型產品，即係其實我冇蝕到嘅。根據本港一間銀行喺2020年有關退休財務安排嘅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自己平均需要大約470萬港元資產先可以安心退休。究竟退休可唔可以等於無憂？又要儲幾多彈藥先可以安享晚年？譬如男士，佢65歲退休，咁男士嘅壽命大概82啦嚇，而家平均咁。我就簡單啲85，大概佢20年嘅退休生活，咁20年再乘以佢每個月譬如20000蚊一個咁嘅開支，咁大概就係400-500萬嘅一個冧心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算法咧就冇考慮到通脹嘅問題嘅，咁但係通脹亦都係因為佢唔係一個常數，始終係有變，甚至乎有陣時可以通縮。咁但係其實講喺咁嘅基礎底下，譬如一個想享受20000蚊一個收入嘅人。咁佢可能有600-700萬到嘅錢或者資產，咁就應該係可以應付到佢一個正常預期壽命。退休生活可以簡單平凡，亦可以舒適豐盛。點選擇其實都係封劍由人。不過無論你要儲幾多儲備，最重要係及早準備。香港好多地方其實都冇去嘅，咁有機會。行啊，影下啦，咁我又中意拍下片啊，影下相嘅，咁啊做一個記錄咁樣四圍去下咁樣咯，同埋仲好多地方都好多嘢食嘅，咁啊負擔得起嘅四圍食下嘢咯。咁你可能揸住250萬咧，拎50萬去大灣區買層樓自己住，周圍遊咁，嗰200萬肯定住養到你90歲咯。最緊要係想去飲茶啊、食飯啊。就唔會話好緊張唔夠錢啊，或者嗰個月有冇 over budget 咗啊？如果真係每年可以行開去下出面去玩下，去散心啊，亦都係一個退休人士所向往嘅生活。